冷醒的头早在这亚婷我刚才在民宿找你亚婷亚婷亚婷，亚婷，等一下，亚今天是落山的头一天，才分开头一天尔，我就开始思念你啊。过下晡我拢伫咧忍耐，忍耐袂当打电话予你，甚至连简讯我拢唔敢传出去，就惊予你认为讲我伫咧逼你表态，逼你还我一个答案，更加惊你会直接拒绝我。我相信咱经历过的痛苦，会予咱更加珍惜现在的相遇，为着美好的未来。我愿意继续忍耐，但大胆地确定你的心情。亚婷，这是落山了的第二天。虽然讲病院的工作真无闲，我都去见你。严哥，我头壳内底拢是山顶的记忆，就敢若是我面头前的咖啡香味，麦当随甲我带转去山顶，迄个有你陪伴的日子。这是离开你的第三天，今日我看到一个患者的名，跟你同款吴杰婷，我就向伊讲声啊，是毋是足好笑的？我思念跟你伫咧山顶斗阵的日子，敢若好亲像踮伫咧身躯边，每一分每一秒拢变啊足慢足慢的。即摆我每一分每一秒拢伫咧想你。第四天啊，我做饭透早起床了后，我开始会注意天气如何。山顶敢有落雨？啊，你搁一个人开车去补货啊？敢袂搁戆戆南坡家己补货啊？我希望有人跟你斗相共，煞搁较希望跟你斗相共的人就是我。今仔日是离开的第五天，毕业同事讲，我最近好像就特别快乐。我想，那时候我一直想起你的笑容。亚婷，这几天你是不是足无闲的？你敢袂在做工课的时阵想起我？今日是第六天吗？阿明明想我家己的，我伫要互你好好思考，然后才回我。经过一天，等过一天。我煞愈来愈无法度平静，我来人生上孤单寂寞的时阵，就是伫等待解的人点头的时阵。亚婷，你敢愿意接受我？明明在有线所看到我，为什么无爱跟我拍招呼？我伫后边留你，我愈叫你徛愈紧，你敢是伫咧想我去？
还是你今日同事传话你会歹势。你拄只是不是在看我同你的情绪？这简讯，拢是我这阵仔的心情。我是惊会搅了你，所以我一直都无传互你。即摆你拢看到啊，你敢会感觉困扰？我就是希望你困扰，因为你困扰，才表示讲你头壳内底想的都是我。我拢甲我心声坦白甲你讲啊，你无甲我骂，嘛无甲我赶走，啊是不是表示讲，你嘛有淡薄期待，会通看到我？我只是顺路过间看一下，无其他的想法啦。你发过来。拄食滴卫生所，我明明我就看到你挂起，为虾米即秒拢不挂？那有你看唔着去啦？这啥？啊，这都……你卖阁骗我！你明明有对我有感情，啊，若无你就会产生即马安尼，夜夜暗探家己的心情。我已经坦白跟你讲我的心声，你敢会当给我解答？我都无想要你因为顾虑我的心情，才安尼做嘛。我顾虑你的心情有啥唔对？我听无你在讲啥？因为我无想要让你困扰，无想要让你为难啊。咱把话讲好清楚好不好？对，你讲的拢对，我对你嘛有感觉，我嘛知影你对我足好诶，啊，不过我一世人都无可能甲弟弟放下，我嘛无希望你因为甲我做伙，都勉强你爱接受弟弟啊。我无勉强啊。之前阮前姐夫找你去讲弟弟的代志。讲完了后，你就一直在想骗我。你如果临时把义诊取消，然后你人都无消无息啊！丹姐，我知影，你误会我。我唔知影这个代志哦，刚刚起来，然后你啥你都爱误会。迄个时阵是阮爸用用跋倒，我们才会刷电去的。我向你告白，我是甲你认为我想要冲动，啊，若是我继续骗你，但你会记住我，就是讲有啥物时间偷偷考虑，啊，这中午我拢唔当甲你联络，啊，遐个简讯是我即阵仔的心情，绝对唔是我今日接牌，你若是唔相信哦，我当摕我手机互你看，啊，若是弟弟的代志，你更加无需要烦恼。弟弟是你的囡仔，是你的一部分。我介意，我真介意你看到弟弟一番温暖的笑容。所以弟弟绝对不是咱的问题。你敢确定？不是因为对我一时动情，才误会你对我有感情。刚刚说到是你冷静了后，会当我回答。我唔知啦，这个问题你应该问你家己才对啊。你的手奈这样做伤？奈有？你好。
你拍开城门看卖。小城门。安尼还够不够明显啊？有了这张安全座椅，咱两个人对咱家弟弟足侪足侪所在啊！阿婷，以我的计划内底，拢是咱三个人会当去足侪所在耍的。安尼你还够认为我对你只是同情？我唔知影你为着我甲弟弟做遐多呢，我够误会你。啊，早知影，你会想讲哦，我因为弟弟的关系，你会闪避你，我就应该伫遮来找你，啊，甲你做伙去买安全座椅才对。我想要让你的惊喜，煞变成我家己的惊吓。是的啦，我真正想袂到你会愿意接受我甲弟弟。我嘛唔知啊，我拄到感情变甲遮尔啊真实。啊，明明我头一眼我就对你有感觉，煞阁出惊甲你吓惊着，啊，对你伤过要紧啊，顶多造成你不安，是的。我嘛唔好啦，我应该找你问好清楚才对啊，是咱家己安尼胡白乱想。小婷，哦，看起来那是把骨找着啊，误会嘛解开啊。你对我讲的话，我拢有记伫个心内。我这全民情绪讲的，绝对无唔对。吼，够好意思讲家己是全民情圣，这点绝对袂当而已。爷爷志成检查干，干那在进行。你到底对志成做啥物代志？想怎会看起来像就是昏迷？这样子，我很爷爷志成，咱的口讯就乌有起来，你也出现伫遮，一定有鬼。你想好没有？阿爸的水位是叶志成。你想怎会忽然间昏去啊？朝廷到底对你做了什么代志？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至拜五暗时八点，一家团圆，Even or 日安寿丰定。